家好，我是阿夏，然后我们现在在这个内海这个滩涂上面啊。这边的话，之前我朋友来这边抓了100公斤的这个青蟹，还有石头蟹，还有花盖蟹，这些一些海蟹比较多。然后今天的话，我这边有一个水手呢，就把那个今年的中年鲫鱼带过来。叫我们，咱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